好，同学们，现在是 Bob Diglas 数学第13课最后一个部分，请大家先完成11到15，还有17到21 ，OK， 才进入以下的批改视频。好 ，hypotenuse JL PQ EF， 好，然后来到了 B， 这边总共是两题。11到15面是两题十分题 ，OK， 看这20分你们能不能够拿满分回来，同学们 ，OK， 好，来到了这个部分，他要找的是 PQ，OK，、okay, 这一个 PQ， 我就用这一个三角形处理哦 ，So PQ 等于13 square 减掉12 square 处理掉了，第二。我要找的是 RS， 我就用这一个三角形哦。RS square 等于16 square 加12 square 处理掉。OK， 好，然后 trapezium， 每一次看到 trapezium 在这一刻自动的画一条线，把它的三角形给找出来。所以这边是20咯，因为这边是13嘛，因为这整条线是33。半张 JM。我就这一个三角形处理哦，看见吗 ？OK， 所以 JM 呢，我就要 JM 等于25夸色卢尔减掉20夸色卢尔，然后你解决掉，然后 perimeter JKLM 找到这一个了，你就可以把长最外面的加起来了。如果这一个找的正确，你这一个的答案是86。cm OK， 你看我没有 exactly 给你一个答案啊，给十分，刚刚那一个，现在另外的十分一样的，他要你把弧波案，这个是写弧波案出来，还记得老师说每次写弧波案的时候，在左手边的一定是最长的线，然后呢 OK，OK， 如果是 bagi PTUV， 那我们要找这一条线出来了 ，OK， 然后他还要给我们什么资料？如果是 PQRS 49，所以这边是起来的喽，因为7749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要找 TP 出来，我才能够找 loss PQRS 咯。TP 等于24夸色卢尔减掉啊加7夸色卢尔，因为我们要找的是最长的线。OK， 好，然后你找出 TP， 一切顺利，你会找到找出 PT 过后啊，你就长乘宽，把两个乘起来，你会找到的 PTUV 呢等于625。CM2 这一题 A 的答案、啊、如果你的 TP 找的是正确的，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Perimeter Celluloraja 把它加起来罢了咯，同学们 OK， 第二个部分的把全部外表的加起来，你会得到 120cm， 如果你的 TP 算得对，如果你的 TP 算错，两题都直接错了 OK， 好，我们继续啊。好 C，看到这种 Kawasan Ball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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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哦，总共有三题啊，不是两题，三题，所以总共这边有30分 ，OK， 好 ，Hitungkan luas dalam cm Kawasan Ballarat， 所以你看这个是三角形，我要把这一条线找出来喽 ，OK， 所以然后还记得那个 parallelogram 的那个 luas 的 formula 是什么吗 ？D base 乘以 tinggi。OK， 所以 base 乘以 tinggi， 那首先你要把这一个给找出来先，因为我们需要用到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所以 x 等于17减15，把它找出来了过后，我们就18乘以15减掉二分之一乘以15乘以我的这个 x， OK，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总数的答案。你的 x 算的对哦，接下来的每一步的答案都是对的
OK， 看你能够拿几分，这种类型的题目大概占三分。OK， 好，你看到刚刚我们已经进入两种不同摆档最简单的题目，第一，他叫你写 hypotenuse， 第二，他叫你写互补案，第三，他问你他是不是有关系的。OK， 那我就 calculator 检查咯。OK， 我们拿两条短的线， 24 square 加10 square， 然后 puncture cross 的答案是不是等于26？ OK， 如果是就画勾啊。OK， 这个是错，这个是对。OK， 卡瓦桑布罗瑞看见吗？最后 Barry 米德卡瓦桑布罗瑞，所以现在呢 PT 等于 TS， PT 等于 TS， PV PV 等于两个 VQ， 然后呢他还给我一个资料，就是 Sergi Mbat PT UV 的那个 Luas 呢是64，所以这边是8来的咯，这边是8咯。 OK， 这边也是8哦，这边也是8哦。OK， 然后这一边是多少呢？他说 PV 等于两个 VQ， 所以这边是4哦。然后把所有的1、2、3、4、5，哎，你少一条线对不对？你少了这一个，这一个是多少？所以8加4这边是12吗？这边是5咯，21减16，然后找出来这一边等于多少？这一条线呢是我们讲的 SR。这个要写出来的啊，等于12 square 加5 square， 然后最后 SR 等于什么，找出一个答案了，然后你就把加加加加加加加，你就得到第一个部分的答案。第一个部分的答案是62 cm， 如果你的 SR 算得对。 OK， 好，继续啊，还是在这一题的延伸来的，应该 Luas OK dalam cm kawasan peloret， Luas dalam cm。OK， 啊，当你有了那一个，基本上 loss 就很容易处理了咯。OK， 我们来看看啊。好 ，loss kawasan berore， 二分之一乘于上面这个 a 是16 21 16加21，再乘于高度，高度是12，减掉64。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他是64了嘛，所以我就不要浪费时间再去做。 OK， 好，稍等啊，好，处理一下。好，然后最后一题 C 就是这一个部分的最后一题。 OK， 好，他说 LM LM 的长度，如果这一个跟这个这边是 8LM 是多少，这边是 10， OK， 然后 LM 找出来咯， LM square 等于10 square 减掉8 square， 找出 LM 是多少咯，往下面找。然后 B 呢， JN JN OK， JN 是这里，这里是16，这里呢我找出来了过后，你看啊，这个如果 LM 找出来了过后用26减它，所以这个部分我留待你自己写，但是我给你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答案是 25.61 cm。 OK，好，晓得啊。好，三题下来我们就晓得了。OK， 然后呢，16面是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做了的。OK， 这一面呢，老师会直接给你答案，因为这一面呢是突然间老师觉得，哎，页数好像可以再多一面，我就随便的再从一本书里面加多一面给你了。OK， 然后这个13，这个8，这个也是8。OK。好，同学们 ，make sure 你做了才进入批改视频，不然这个批改视频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你也不能够帮助到你自己去完成这个东西。OK， dalam belajar di bawah QRS ialah garis lurus cari panjang PQ。OK，PQ 之前我一定要找 PR 咯，所以 PR 是第一步。OK， 等于15 square 减掉9 square。然后你才可以找 PQ， PR 正确， PQ 呢就自然正确， PQ 你会算到等于 13 cm， 但是怎么样算到你要写步骤给老师。 OK， 好，然后 kawasan berloret hamparan bunga yang perlu dibagari。 OK， hitungkan panjang bagai yang perlu dibagari。 OK， 还panjang 哪一边是属于panjang bagai。 OK， 所以他要的是那一个，你看它涂黑的 kawasan berloret， 它要把 gar 起来，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把 BD 给找出来，对吗？
OK BD 第一步 BD， 然后才可以找 AD， 然后才可以这一个加这一个加这一个，总体最后的 perimeter 啊，这一个整个的 perimeter 是56米。处理一下看能够做到吗？ OK， 好，然后来到了最后一题，答案是13。好，来到了这一个，这是另外一本书，这是后期才加进去的书，因为它的练习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老师就把它成为你的 extra 的练习咯。 OK， 好，我们来看看等度干湖泊岸 S 是不是等于 R 减 T， 错咯， S 是不是等于 T2 减 R2， 不得咯，T 是不是等于 RS 的的的的的咯。 OK， 白色的题目你看有四种 pattern 了，你大家看见吗？其中四种 pattern 的白色题目。第二题 G square 是怎么得到的？ E 跟 F 咯，然后这个 X 呢就等于10减8咯。 OK， 然后哪一组是属于那个 theorem by Pythagoras 的题目呢？的答案呢？这个咯，这个咯，这个咯，还有没有了咯？ OK， 你拿最长的线来检查，把两条短的线卡瑟卢尔加起来，在昆丘卡瑟卢尔是不是等于那一条最长的线？我们是这样子检查的，每次等度干的时候。OK， 好，他跟 B 他这里算了咯。OK， 这一个 X 呢 ，X 应该难不倒大家咯，这一个。X 应该很容易算哦，十 square 减掉八 square， 所以答案呢，我们 automatically 就有了，这是6来的。把步骤写出来啊，同学们。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第二个部分是13来的，把步骤写下来啊。OK， 好，然后来到了 combine 的题目。OK，combine 的题目有它好玩的地方了哈。OK， 好，来，我们就干班将。OK。Benda kan jawatan dalam satu tempat berpuluhan. Saya cari 的是 RS. OK, RS. 所以这边17，这边也17咯。然后这整条我要找出来咯。PR 我要找出来哦。首先第一步，找 PR square 等于40加9。找出来了过后，你的 PR 等于多少？等于 A 啦 ，Let's say OK， 就用我们讲的 A 减掉17，找出 TR 是多少 ？OK， and then after that， 找出 TR 是多少过后，我要找 RS 吗？所以 RS square 等于17 square 加 TR square， 你就可以找到最后的答案了。记得答案在沙都登巴巴布罗汉，就小数点过后只有一个位数罢了，一个数目罢了。好，看到 trapezium 不用多想，先给它一个，再把它 divide 掉。然后23减8就等于15。OK， 然后这边也是8咯。然后看它要我们找什么呢？ perimeter solution 大家，所以我们扫这一条线咯，这边是8，这边是15。所以我要把这一个 FG 给找出来咯。 FG 呢就等于15 ,quaserua 加 8,quaserua 你往下处理，把它处理出来一个答案，然后就加加加加加加加起来，最后答案等于56 cm。 OK， 好，接下去也是属于比较多的，就是 combine 的题目。 OK， 好，看看题目，最后他要你找的是 X 跟 Y 啊， X 跟 Y， 所以你看这一个8，这个是8，这个我们可以找完整的是这一个，所以先把那个 SU 找出来先。 OK， 你会找到 SU 一个答案 A。 OK， 找出 A 来了过后，你就找到 X 啊，对吗？你就可以找到 X 啊， SU 就等于 X 来的啦。OK， 找出 XU 过后，你就可以找这一个地方了。OK， 打个比如，现在我不要这样复杂啊。XU 呢，我找咯。OK， 然后呢，我就得到的答案是，你往下，下面还有多两个步骤啊，你才写这个答案啊。
24， 所以 x 等于24。如果这边是24，现在我要找 Q2， 等于26 square 减24 square， 找出一个答案。然后呢，就可以把那个最后他要找的 x 跟 y 嘛，就可以把 y 处理掉了。y 就是这条线加这条线加这条线，7跟8有了的，这边是7，这边是8。OK， 然后再加 Q2 找出来，把它加起来，最后你会得到的 y 呢是25，就看你中间的部分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做错了的。OK， 好，来到了第八题。第八题的 Kawasan Belores 是这边，我不晓得有没有画好给大家在你们的那个 syllabus 里面。OK， 因为他复印的时候啊，他把 Kawasan Belores 呢把它弄得比较浅了。OK， Raja di sebelah PQRS ialah sebuah rhombus。现在他要移动干 perimeter Kawasan Belores， 所以呢，现在你只可以透过这一个三角形来找 PQ 出来不了。PQ 等于12 square 加5 square， 所以 PQ 就等于一个答案了。找出 PQ 正确，基本上你的 perimeter 就是把外面的这一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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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你的 perimeter 最后的答案，如果你的一切顺利，你会得到的是56 cm。 如果你第一个部分算错了，哦 sorry 咯，没有咯。 OK， 好，每一次看到等度干 some other 的题目哦， OK， 就是你拿最长的线25 square 是否等于看左右两旁算到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左右两旁一样的 yes， 这个也是拿最长的线，看看左右两旁是否一样的，左右两旁不一样的就是 no 咯，一样的就是 yes 咯。 OK， 我们进入最后一面了啊，同学们， last page， 最后一面了。好，最后一面的题目呢是 bahagian C 的题目，会来的比较困难一点点。 OK， Raja di sebelah menunjukkan sebuah segi empat sama JKLM， 然后呢这一个 JMN， OK， ialah garis lurus LMN， JMN 吗？hitungkan luas kawasan Belores。首先 AL 要找啊 ，KL 要找出来先。找出来了 ，KL luas 咯，二分之啊，就是大图。OK， 你找出来这一个，那些这个答案 KL 啊 ，KL。我们讲一讲啊，找出了 KL 多长，就把外面的乘起来了，长乘宽，乘起来过后减掉这一个，这一个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12乘 KL。 OK， 所以这个大图整个乘起来再减这个小图，你就会得到最后的答案。一切顺利的话，最后的答案蛮大的，是1015 cm 2。 OK，好，来到了11题，最后第二题了，同学们。好，当然 Raja di sebelah RSV ialah sebuah segi tiga bersudut dekat STUV ialah sebuah segi empat selari。 OK， 然后那个 RST ialah garis lurus， ST 等于三个， ST 等于三个 RS。 OK， ST 等于三个 RS， 就表示说这整个东西分成四份，对吗？所以分成，因为 ST 拿了 ST 拿了一份吗？三个 RS。 OK， 所以这边是9来的咯，36除4 9哦，他拿了一份不了吗？因为一个一份不了吗？然后这边就是27来的咯。 OK， 然后 Cari perimeter seluruh Raja。 OK， 那首先我不知道这一边是多少，TU 是等于 TS 哦，对不对？这个不是 UT 就等于 PS，UT 等于 PS 哦。所以现在我把 PS 的找出来先，然后 PS 就等于一个答案。然后呢，你就可以 perimeter 嘛 ，T
PUTSR 大图，整个大图的外观找出来咯。最后的答案，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得到的是90 cm。 OK， 好，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这种题目是出现在考试的几率很高的题目。他说这个的高度，这个的 tinggi sandang tanjakan itu ialah 1.6 dapat ialah 1.5 tentukan sama ada， 请问这一个的sesuai dengan dapat de laluan masuk klinik atau tidak， 他要放进去，所以你 make sure 你的高度一定要少过56咯，你才可以放进去咯。所以这个是 x 啊， let's say 啊，X 夸色卢尔等于 1.6 夸色卢尔减 1.5 夸色卢尔， OK， 然后 X 呢会等于多少，找出来。如果它是少过 56， OK， 杀的它可以进到，如果它是多过 56， 就低到色衰， OK， 把它处理掉。那这一课我们就完整结束，也恭喜你完成了整个Form 1的 syllabus， 谢谢你们。